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跟着 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欢迎收听今天的 News ABC， 我是来自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韦婷，我是传播艺术系的韦晨。东北季风增强，山区雨势更是连绵不止。日前经传桃园复兴区拉拉山自然保护区内的神木倒塌，林务局新竹林区管理处推测应是土石松动所致。拉拉山自然保护区是台湾面积最大的横跨森林，林务局在此新建环状步道，方便游客近距离观赏园区内24棵树林，从500年至3000年不等的横跨扁柏巨木。林务局新竹林区管理处表示，巡逻人员当天发现红块巨木倒塌，为编号23号红块神木，树高约40至50公尺，树龄超过1000年，许多山友与民众得知巨木倒塌都感到震惊和惋惜。让我们借由这则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第一个，山 mountain， 山 mountain。Compare mountains and seas, I love mountain more. 山和大海，我更喜欢山。Compare mountains and seas, I love mountain more. 山和大海，我更喜欢山。第二个，台湾 Taiwan， 台湾 Taiwan。China is nearby Taiwan. 中国大陆在台湾旁边。China is nearby Taiwan. 中国大陆在台湾旁边。第三个，木头 ，wood， 木头 ，wood。This ball is made of wood. 这个碗是木头做的。This ball is made of wood. 这个碗是木头做的。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三个单字。第一个，山。Mountain， 山 Mountain。 第二个，台湾 Taiwan， 台湾 Taiwan。 第三个，木头 Wood， 木头 Wood。 这样大家都学会了吗？别忘了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学英文。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藻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文藻网络电台合作直播，谢谢收听。